2024年十一月七日，今天是礼拜三吼。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，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所以呢，这个北部天气依然同款比较较凉凉，总是得有低阵雨吼。那其他所在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。咱旧历行到十月七日，那气温的方面，对北较南温度，咱西部话差不多19度到30度吼。这是咱天气状况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。好嘞，感谢啊！今晚呢，咱就来打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，开始来打看新闻哈。来，首先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美国的选情啊。我咧想今仔日吼，全世界大家拢咧注意这场啊，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到底是贺锦丽当选还是川普啦吼？啊，这会当讲一日三期都打开始的时阵呢，原本川普是吼对拜登，啊，伊的民调拢赢过拜登，一直到个拜登就是现任的总统了，互人嫌讲伊年岁有啊，啊，讲着话，佮有当时啊会去吐气就对啊啦，啊，所以经过党内面大家协商啦，会当讲吼啊，连用压迫的方法嘛拢退出来啊，施加压力。和拜登来退选，当然由现任的副总统啊，这个贺锦丽来参选。啊，这个贺锦丽来参选的过程当中，民调突然间当吼冲冠起来，赢过川普。啊，当然这民调有起有落，都当咧选举的时阵是安尼啦。但是一直到个川普啊，伫咧演讲去有人甲开枪拍电影，伫迄个刹那当中，伊表现出吼无惊吓，而这个。气皮出来，啊！吼，这个侪侪美国人看到讲哇，啊吼，穿开着，啊个吼无惊吓，当然鼓落来压落来，这种正常的反应啦。这边相亲之拢一定爱安尼啦，吼，无人讲来我开车你去搞拍来安尼啦，无迄啦，迄不是叫英雄来讲啦吼。啊，当然在迄个刹那当中，民调刷大川普，刷大个庆冠起来安尼啦。啊，庆冠起来慢慢啪啪啪个，又个变手，又个吼贺锦丽吼，个赢过川普做好杂的。但是一直到要选举的这两天，听说川普赢贺锦丽，啊，这到底吼，今仔日听你讲讲得几输赢啊？啊，票开出来是上个当选未？咱唔知影，咱知影吼，这个世界有一个啊经济学人，这个咱像一本杂志，还是一个媒体就对啦。伫世界真有名，伊专工吼做一份民调，啊，这份民调呢访问29国了。访问29国啦，包括日本啦、韩国啦、咱亚洲啦吼啊，包括香港啦、新加坡拢有访问着，咱台湾应该是无问无着啦吼。啊，访问几人？你敢知影？访问30000人啦，30000多人。啊，伊做3个民调啦，第一个民调就是讲全世界的人比较较毋茫上会当选总统啦，美国啦，第一个民调，结果是贺锦丽赢过川普呢。贺锦丽赢过川普呢，大家拢唔盲讲吼啊，这个啊民主党的候选人会当吼啊赢来赢到这场的美国选举啦，这是第一的这个啊民调。啊，第二的民调是啥物呢？就是问到吼，即马上热的战争新闻，就是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这个，这个战争啦。啊，这个民调吼，问起来讲，希望因这两国打赢，谁会打赢呢？结果大家拢唔望乌克兰会打赢，有占54%的受访者唔望乌克兰伫这场战争会当赢出啦。其中只一个20%的受访者啦，支持俄罗斯打赢这场的选举，这当讲压倒性的，这个乌克兰吼支持乌克兰的人吼。啊，都成赢过支持俄罗斯的人。啊，这个第三个民调了，对啊，问到的问题是啥呢？问讲，如果今麦互你2亿啦，全世界啥物人要起来做这个世界警察，啥物做这个带头的人就对啊啦。有两国，一国是美国，一国是中国。啊，你要军队是国安尼啊？结果嘛是压倒性的人支持美国继续做伊这个世界级的老大吼，无人唔望这个中国做老大就对啦。啊，这民调起来是安那，支持美国做老大有将近60%啦，有
60%，访问全世界30,000+人，将近有60%支持美国继续吼来领导世界。啊，那听着讲啊，这个所谓的中国公安来当背起来领导吼啊世界，多好，差不多有20%支持中国安尼吼。这以上咱今仔日吼看到吼，这个经济学人，世界29个国家。30,000+人的民调结果吼，问出吼3件代志，第一件就是美国总统上当选，你比较较满意，就是大家拢支持贺锦丽，较侪人是大家啦，支持贺锦丽的人赢过川普，啊来就是吼问到乌克兰战争加俄罗斯战争，恁希望这两个对国赢，大多数人支持乌克兰赢。第三个问题就是讲，要让这个世界来做领导国。有两国，和你其中选一国来，其中选一国，一国就是美国，一国就是中国。你要选上，大家拢选这个啥？美国有60%，啊，选中国差不多20%，扣20%的。哦，啊，你讲安尼，啊，干那俄罗斯、北韩遐就偌济人啊？无啦，应该讲伊干那两个，互你选的。你干那剩两个，互人去选的，嘿，对啦。这个美国哦，伊这个选举制度，我有当时啊，我实在是看了够侪花落落雨沙沙，你敢知影吼？咱古早时代吼，阿未改良之前有无吼？拢老表咧选，嗯，老表选，哎，就因为啊，咱根本都无法度去选老表，嗯，啊，所以的老表伊去选总一招介少啦，中间过到伊亚洲尔拍破架啦，吼，有诶同僚底下都企起倾安尼了，对不？安尼就选总统啦。但是美国不是啊，美国伊嘛是专门去投票啊，哦，伊就做专门投票的这个动作啊嘛，嗯，啊专门投票了，再选出一个叫做选举人呐，哦，啊再一个叫做选举人，啊每一州都几个选举人，几个选举人拢无同的对，啊这选举人就是这个去投票，这个民众去投出来的，啊然后这个再由这个选举人按照人投好伊的意愿。去替因登迄张了做啥？迄、那个总统票对吗？你咪感觉足无聊啊！平常那在几个选举里面，啊，因咧自古以来就安尼设计啊，我咧做前两三巴掌来就安尼设计啊。结果昨昏建良来，我拿去谈论的是件大事。嗯，啊，一般咧谈论的过程当中，那是拢听得糊糊，拢糊糊哦。啊，结果后手我听出美国的声，我咧加。一、那个究竟是不是这款的选举方式啦？伊讲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伊是记咧，伊讲以前咱的老国大选总统嘛，还有你嘛听得灰灰啦。啊，我同我家问一个较详细，美国你即马安尼讲，我咧问建良讲，你即马安尼讲是不是代表讲，咱台湾各县市拢有选市议员、县议员啦？咱就台湾市来讲就好啦，就是整个的美国啦。嗯。咱台南市各区拢有咧选市议员，啊，市议员就是安那，咱一般人民百姓有投票权的，就拢会当去当市议员。对对对对。啊，市议员恁若当选出来的时候，两党，譬如讲民进党、国民党，民进党就是绝大多数嘛。嗯。譬如讲民进党选出迄个50名市议员，啊，国民党啊选出20名市议员。嗯。啊，当然这50名市议员，就是都是阿星咧讲的，就是投票人，嗯，就是选总统。啊！但是市议员不是选总统啊，伊爱搁一步落，就是选议长啦。嗯，所以这个多数的人选议长，去选议长，就是民进党选的呀。因为我民进党有50席啊，你国民党才20席啊，你靠选赢啊我。嗯，就是咱一般人民台南市的人民百姓去选50席的民进党的市议员，啊，赢过迄个支持国民党的20席，啊，这50席还搁去选一个咱喜欢的总统，嘛，迄个议长啊。啊，这个有压议员，你这你二十四个，你国民党二十四有压议员，你选了选一票就是选一个议长。啊，这个你二十四个，你靠选赢50席嘛，一定50席选得过。啊，但是有人会投票的，那投票无影响无差，啊，你啊差那个一票。比如讲，迄个民进党40席，啊，迄个啊国民党的啊多好40席，还是多好41席，啊，到其中走一票就影响啊。这大法官就是因美国法官会甲提出告诉讲，哎，人迄个人民百姓支持你，迄个民进党，你就是爱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选举中，你哥哥你甲选你国民党的去，我就当甲你告啊，告讲你无守信用，类似这款的官司啊呢。简单讲就是咱人民百姓先选市议员，啊，这个市议员，他去选因迄党因家己的议长出来，就是咱即马你讲的美国总统啦。哎，干嘛这议员是因为伊是一个议会嘛？系啊，啊是议会状况之下，唔则叫做讲安选议员了，又再议员再去选一个议长，这是议会运作尔嘛？你若前去美国，
这美国人，美国籍的，你就不会要算了。我那没有，根本都看无。啊，但是拄则咧讲的，这个美国人以前啊，伊是。美国人，我那全部拢爱去投票呢。啊，你有投票权呢？有嘞，有投票权呢。你讲那是爱去投票，啊，你两去投嘛？对对对对。啊，投完了后呢，再来算讲迄个选举人数，伊摕着几个？嗯。啊，了这选举人数，佮袂使违背民意。嗯。爱按照着这两只去投的人，投的意向，啊，去投出美国总统出来。嗯。这是到底是咧设计什么挖格罪？我听你讲有这种问题，本来就安尼啊。我那中国以前我就当拢笑无啦。两三百当时就是安尼设计，这个都痛苦可以放一个皮啊，那个。啊，这慢慢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啊，这规矩都传咱台湾安尼全面来运算的啊，等等的出来啊。系啊，啊，你那是讲讲无啦，恁台湾才两千万，然后美国要个三亿个呢？啊是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当时美国这款的设计，嗯，就是认为讲用古早嘛，嗯，古早有可能迄个贵贱分个较清楚嘛。嗯、你欧人就是袂当当票嘛，嗯、啊，所以伊认为讲要选一个美国总统，奈恁一般迄个人民币上会当选，恁、嗯、人民币上无够资格选啦，恁是干那先选一个啊吼，迄个替代投票，恁变那咩啊咩啊先好，选一个，选伊人，但是我听恁讲这个人拢通常像个板面呢，对比社会。比社会上有名望的啦，譬如讲读书啦，譬如讲教授啦，啊，譬如讲大企业家啦，啊，譬如讲什么，反正比社会上比较较有受的人，敬仰的迄个套路事业的人安尼啦。这是在真正有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咧，武这个咯。来，也要开嘴，也要讲的啦。而且啊，其实听有诶啦，都少啦，无啦，是要听有诶少啦。而且讲起来，全世界选举往下上单纯诶，都我两个国家尔啦。嗯，一个就是北韩嘛，金小胖，而且还算啦，还算啦，中国啊，另外一个就是中国，蒋伟涛啊，习近平啊，连俄罗斯反正嘛是拍一个头啊，连俄罗斯反正嘛是负责，俄罗斯佫真正是全面去倒咧。系啊，啊，但是刚刚想倒咧，俄罗斯。伊有总统，伊话刚才讲佫有总理呢。唔知啊。系啊。啊，俄罗斯普廷是总统嘛，但是伊边啊，刚才想佫有总理的呢。啊，迄总理是鸡扒，是用算算嘛，唔知啊。咱较早，迄个做咧拼，迄个做总统直选，啥物叫做直选？直选就是讲由阮来选，嗯，无爱佫经过恁只国家的手啊，对不对？嘿，恁只第二者我无爱。我不要直接投，咱就改过来啊，用改过来嘛。所以若要讲选总统来讲，哎、欸，咱是比美国较刺激足济呢。哎、啊，恁选出来选举人团会走票未？会呢，我那捌发生过呢。对啊，捌发生过呢。譬如讲一个马里兰州，本来应该这张票是爱哦，这个做好情理的。嗯。结果选举人遐邓川普呢，这捌发生过啊。啊有做无？无做。嗯，啊！你看我影响，你若讲影响我，那听长听建良安尼讲的话，你若讲这你这张票影响大局太严重啊！嗯，因迄组因迄州的迄个法官主任都会甲提起告诉我，嗯，就是讲那是我多做，我操，因为你讲两百，不是，我即卖意思是讲有影响，啊，那无影响的就对了，因为我靠要查你，我即嘛是应该动算的。啊，都不管有影响无影响，遐咱不管两百万年来美国的选举从来唔捌有选举影响之数的。将来唔捌安尼就对，啊，但是招票用几啊届啊，好嘞，所以这美国是讲卡定了，叫川普来好，请你来一抓，这来只解说看卖啊，啊，解说我你咪听无就包了。啊，就听讲美国总统选完刷了时阵出门，要去过遐访问，啊，讲如果有两种情形啊，迄咱顶日咱嘛就报过啊嘛，那选举完刷，反正就是一直到那有过美国做访问的话就对了啦，不管共和，不管迄个共。共和啊，个民主党了，共和民主这两党的国会议员的三阵，含咪的啥？嗯，蔡英文翕相见面开讲啊，啊，这要顶份给美国人听，因为咱是反中国共匪的最前线嘛。一定要等我落地，妈的，无，还搞我当鬼啊？啊，你别当起啊！啊，伊别给美国人当起啊！啊，伊就是要美国人听啊！一个主管，当起国家，无必要去再宣布道理。啊，别，所以咱的总统呢，在任的时候拢未使，别当起的，别当下任了才会使。因为是安那，咱太伟大，你用我台湾总统的身份去见。我讲那边好啊，夏天没开，所以夏天不开冷气啊呢。所以各国的行情啊不离格，那季节温夏天没做。对了对了，那该上班了，天了，到天了，到天了。我怕，家己怕，家做这家电器啊。最主要就是要让美国人知影讲。
因支持台湾，就是对抗中共。嗯、啊，那当选到的总统，不管你是贺锦丽也好啦，不管你是一、那个一、那个川普也好了，对了，嘛是用这招。嗯，啊，最主要就是要好因美国人看讲，阮是挺台湾对抗中共的。这、嗯、这个美国选举不搞起嘛来吼，这两天啊，就当技术尔啦。但是有人咧讲讲，爱哥全部拖长时间，爱哥拖啦，对啦吼。因为我那敢看敢那敢看，爱等个中央选委会正式公告，但是因迄个选候选人家己就会宣布啦，嗯，对啦，家己会先宣布，啊，我讲对啦，还要定个时阵，先压到对啦，就是家己会宣布，就是咱咧地方咧选举选立委的时阵呐，选市员的时阵，是不是拢会派个地条啊卡，去过迄个投票箱，对啊，对啊，算着算算的，我因那是算选举人出来，因就都会知影，选举人，出来，因为选举人爱。理性到遐民意的，迄个走向，爱落去等啊，对嘛？啊，咱就知影，但是陪啊你啦！你都该做该做，啊我无，我根本就无想要讲，因遐阿奶去说，我来想，你想那个计设计迄个选举是要创啥潲，是要创啥好个？因为阿你那想你要有创啥好个嘞？做哪个？你嘛是专门去投票，投了才有选举人，人不相关。你来原来他就主要专门投票的票来选就好啊！你有理由的啦，无啦啊！什么理由？咱以前咱咧选总统就是安尼，国家不是咱选出来吗？啊，各种国家去选你的总统啊，那个代议制啊，对啊，啊了，咱就要直选呐，系啊，哎，啊，你个人他也未要求讲我要直选啊，系啊，爱就是讲选咱的素食啊，无以前遐国会遐一寡老代表就对了。政府的改革，咱是讲这爱少。没啊，大哥，我一波就全弄唔知，就等下就算可以啦。有足了解美国这个选举人团。最多的就是问题，跟别人可以讲了，对，跟讲我分无人听有啦。我会当老实讲一句话就对了啦。自人开始咧讲解说这个美国的选总统的这个形成，安那形成，诶，话可能我是头讲上清楚的啦。啊，我唔敢讲对啦，就是咱的台南市选出吼。有满二十岁人去选出市议员，啊，市议员上济，还可以选出一个议长，这个议长就是那啥，就是美国总统啦。这唔对，都唔对，对不对？嗯，第就是讲议员是面对所有的人，对啊，啊，议长只是面对议员的，嗯，啊，所以。议员来选议长，哎呀，这不算大议个，这都不算大议。如果要差一个啥，咱议员选掉一个当做四张，啊，但是美国算出来，就那个投票人了，对吧？投票了不一样。对啊对啊，他说议员伊是咱选的嘛，伊面对咱嘛，对咱负责。嗯，他了议员因议会来得有一个班长嘛。嗯，他选掉。你先放个口供，看怎样人派来跟讲安尼。我咱当然讲这，我拢唔用回灰啦，笑啦，欢喜啦，川普前你甲川普，你甲问就好个，应该所在啦，你都下载，中国人应该下载啊。但是我听咱台湾，不管伊是政治人物啦，还是一般人就对啦，你讲这种选举过程当中，拢听无啦，听无啦。啊，只不过咱要点点讲咱。非常的有智慧，咱拢会讲哦，我那就是安尼哦，安尼我知，后头是不晓得，不知。来吼，啊，这美国什么人出来，我咧相对台湾影响未介大啦，拢同款啦。但是川普最近有一挂话吼，咧骂咱台湾，讲咱咪个头皮真正啥，即个做袂爽。啊，什么的可后悔咧？哎呀，这位点么是真袂爽啊，对啦。袂爽多。因为当时是你美国认为讲这个晶片是粗工啊，恁家己不爱做啊，啊，唔知会翻台湾开始摕晶片来咧做。嗯。即个阮做了好起来，你搞讲安尼，金光哥，哎，空白空空，空五百六六办下来。起无起吼，还有在那个吹那个那个救生蛙起，哦用速大救嘞，对啦，速大救啊救得伤安嘛，啊伤安我等下我就是要跟小花头壳着的，哇今仔放安尼，安尼飞飞拢一直弹出来，哎呦，啊尾啊，阮这个新妇家。
北吼，啊，就去按，哦，啊，前日天光吼，我话起来飞机就掉去啊，哦，啊，装起要连的就对啦，哎，啊，掉去哦，就经过去去通啊，啊，去通去辅导那个太太，是是，啊，太太在你门外啦，你唔好讲啊，你要。这条蛇话久啊，我讲我蛇四年话，伊讲哦啊，你这条蛇遐久啊，我讲，今朝我嘛唱你爱买蛇，你常常爱汤啊，啊姜啊吼，就是安尼食，诶食多得食济哦，安尼吼，筋络有较好啊。对对对，安尼筋络较嫩就对啦。是，哎，这个那些啊，就是筋络无好。是是是是是，哦，你讲安尼我就了解，啊，我头先听好。哦，头先听好，哎，筋络那无听，你都筋络无人跟你要啊。哎，是是是，就是讲食了，你啊那边会筋会较嫩就对啦。哎，会筋，你起码就算到了讲开吼。较灵活啊，较嫩。是，迄个较袂一直跳。较袂一直跳，好好好，较袂安尼回头袂停啊，对啦。你那里说是吼，迄个吼较袂安尼。好啦，真感谢雄狮大选台湾人苦了不直播，咱一个这个阿桑吼，也本身哦这个心不好啦，阿不然吼做一个西游记吼，啊西游记过年中间有对来，迄、那个西迄、那个时间来对吼，迄、那个火焰哦起起落落啦，唔是咧管啦，落啦假安尼对，没稳定，没稳定，啊没稳定的中间就伊就烦恼啊，啊人个个艰苦，迄火焰那没稳定人艰苦嘛，安尼样，安尼样，啊所以孙人啊，就过来日南公司许多分了嘛，讲、嗯、迄、那个感觉拢无起啊对。迄、那个稳定性拢好起来，好起来对。啊，所以这什么原因我唔知吼，但是有这个地就对啦。啊，包括伊本身哦，那有其他即个关毛病呢对的。食了，可能做一个健身的就对。所以我要讲，咱信达公司的许多生这批产品哦，真侪西药剂的人吼，拢有咧食咱的产品。西药剂哦，其中后日我发生哦，西药等于讲人爱倒伫面中顶哦，他们惊都袂惊啦，忝，艰苦，安尼。啊，结果吃咱信达公司的许多生，安尼直直下规定中间的店哦，哇，等于了无要紧啊，袂贵啊，安尼人做也先做难，安尼，所以这点可能做些参考。非常感谢，有任何不了解，请你电话联络我。感谢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。来，咱即马是做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，咱都加上啊，这个三罐以外，咱有提供一挂产品，要来请上我咱买十罐的朋友哦。咱买十罐的朋友呢，你也当个金平底锅一支，你要金电风一台，你个金毛毯一领，你要金生产公司任何有三十粒装的血氧素、金立明、保顺健、喜乐清、软骨素三十粒，拢总会当。
还是你比较紧啊，燕窝两啊，来一壶茶杯关，马拢会使哦。咱一道吼，兼一行为官职啦吼。啊，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呢啊，这个五环的朋友，咱独家上一罐以外，更何况呢提供一挂精品，要来赠送给咱每个五环的朋友。那每个关的朋友呢，你也当个金三件式的保险了去做。你要个金，这个保温杯一支，金别说完起个一条。你要金大香的糖子其他，金五百支的洗头毛巾一罐，五百支的洗衫巾一包。你要金燕窝，其他来都有六罐，那拢会用着。啊，是你要个金吼啊，这个上新的精品高宝的沐浴露吼。这是啊，玫瑰花旁边吼，这个沐浴露吼，一罐，这嘛拢会用着啦吼。咱只要一行啊，这个一道金一行为完结啦吼。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们，作为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啊，这是这个方怡平、高向鹏啊合唱的这首歌《酒后的心声》。边海誓，咱两人有酒船，为左右你偏偏来变卦。我想袂晓，你哪会吃一半？欺骗了我，刺激着我，石头的烂，请你爱上心肝。结果也是无卡大，人心痛一到，用尽一嘴饮孤单，上好对死莫搁怨。啊，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请你不免同情我，酒若落喉，痛入心。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酒烧心了解我。岸边海誓，咱两人有酒醉。刺激着我，石头的烂，请你爱上心肝。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卡大，人心痛一到，用尽一嘴饮孤单，上好对死莫搁怨。啊，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。请你不免同情我，酒若落喉，痛入心肝。伤心的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酒烧心了解我。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请你不免同情我，酒若落喉，痛心肝，伤心的伤心的我，心情无人会知影，酒烧心了解我。
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-0500-6688电话会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，不清楚不了解呢，电话甲卡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啊，来甲咱做回答哈。来继续跟大家看这个新闻消息哈，咱来看短短啊，这篇就好啦。这个白十瓜的吼，即马去有人演啊吼。啊，这个 NR 听伊讲啊，讲最大的关键点就是讲，去有人发现呐、啊，伊伫2022年11月7日啦、啊，讲伫咧台北市市长室内底呢，啊，收迄个威金集团沈庆金的1500万的乌色钱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这个代志听伊讲，这已经是用假事啊，对，我简单讲就是后证明、后证据啊。台北市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室来的。当然，哎呀，想干简单呐、啊，因为迄个所在安那，你敢知？迄个办公室内底多数拢是市长的秘书。会扛伊做伙伫个办公室。上灰暗的所在就是上安全的所在啦。无啦，我做我买经验。好，我讲句话，拜托。有影啦。这市长室内底一定是哇，啊那无就张大哥，无就亚玲，伫这市长室内底人啊，好、哦、对不对吼？啊，我今麦神经准备来，要来收，我说不需要把人知影、嗯，对不对？哦、啊亚玲啊，亚玲啊，万一我已经蛮大，蛮做办公室啦。啊，你去到啊，张大哥麻烦你去到啊，内面都剩我交迄个四名两个人尔，吼、嗯，啊咧。在咧退步咧，因为啊，你来要伫咧咖啡厅，要伫什么招待所啦，要伫咧个啥物事？啊，做咩见到了？咩会惊啊？哈？目睭小我，阿爸小我看咧，看有人看到。嗯，你见到得？啊，市长上个头对头对个。嗯，伫市长是甲你收拾由上而下，那袂记。我是市长，迄真正够好当，够好当，哦，够太高声，对，哎，我讲唔但好当，佮太高声了，对，哦，啊，即个要问瓜不条伊妈妈啦，嗯，你够可以成王爷遐跋杯跋看卖啊，你唔可以跋一下，跋一下杯我看卖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做啥呢？陈昭书，你听到这個感觉安怎？继续做个立委啦，哦，继续做立委，啊，可当时你感觉安怎？继续当伊个立委来做啦，伊个立委啊。全一挂未见效诶，对啦，真正可怜啦。因即马倒挂乌倒转来咧，讲司法撇开咧，撇开我哥啦，讲民进党手伸伫司法入面咧。你要看啥物叫做司法撇开呢？来来来，华生啊，做总统，当得了，你当得了，咱啥物叫做司法撇开啊啦？你著咱啥物叫做历史的恐怖，真正不互你看。嗯对，这常常咧他妈司法撇开，常常咧当咩所在咧啊，撇到大家要死哦。好啦。啊，这个民进党的市议员啊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个侦查不公开的状况之下，这种东西叫做传闻啦。嗯。啊，这个传闻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讲伊周刊家己去找消息来源。嗯。啊，另外一种呢是检方这边只调过的刻意放一挂消息出来。嘿，啊，让这个物件去走。嗯。让这个物件走的时候，这么就是伫外口的人，啊，佮想要安无关问题的人。是不是的时间配合侦查？嗯，哦，因为我代志上面拢白啊嘛，大家拢想讲出来啊、嗯，哦，所以这有两种可能啦、啊。啊，咱不管啦，哦，因为这种算传闻哦，这要发起诉书啦，嗯，哦，要是发起诉书，啊，这个这台北市市员简书培出来在讲啊，讲可能哦，啊，一个市长办公室伫瓜文特的手下。竟然变成犯罪的现场就对了哈，系啦系啦，啊！但是现在这好几点蚊啊，我绝对确定内底无监听器啊，我确定内底无监视器啊。家己咧做啊，对啊，都确定啊，都看都无看伊拢知啊。对啊，啊！讲要去招待厝内，嗯，讲阿妈听，伊妈妈大嘴巴啊，搞不好都是讲伊妈妈一个送去啊，做供出嚟啊，阿爸要安那都，啊！陈佩琪咧，陈佩琪常常伫咧网络写文章啊，啊！万不能去。因佩奇尔怎样？他都是刚刚要下台，他们说因为强迫的是他们起掉起来的。对，这个选择是正确，但是作太高啦。对，我咱讲安尼，哦，这作太高了，对吼。啊，即马人家挂问题，较早咧讲徛台啦，啊是较早咧演讲的问题出来咧讲。政治人就好做嘛，蒙良心嘛，卖贪污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一句话，摕迄个钱。
囡仔无好买啊，惊孙仔啦，啊你这囡仔死啊，你挂架不咧话断绝啦，要作证啊，惊孙仔无好买啦，还有一句啦，啊唔爱甲我讲讲，你一挂讲外伟大话啦，唔爱贪污得好啦，这样这样，啊我所以我这个讲讲挂问题，迄个，伊妈妈吼。你要做什么准备？恁瓜架可能到这断绝了，断绝了，因为是恁后生家己出来人纠缠的嘛。啊，出纠缠就家己啊！哎，我配合认真。你家己迄个时阵啊，照时间点算，你肯定省钱啊。你叫你人乌钱啊！啊，你啊，不然当个你徛人家，会讲会出来。系啊，大数据卖物业的啊，结果足高尚安尼好，你白相是足想来拖成个灾难的啊！其实哦，那就瓜问题的个性就对了啦。以后手会去共收这个乌色钱哦，这嘛不为过啦。嗯，是安怎呢？嗯，以前阿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，伊在去共拜访的时阵，嗯，就拢有人甲政治献金嘛，迄东西阿伯选举，照你讲是袂当收政治献金啦。嗯，迄东西就当作类安尼散钱而已啦。嗯啊！我咧看迄东西是足侪人安尼送啊，应该送袂少啊。啊，医生官头伊就讲，哦，安尼啊会参政才好谈。嗯，欸、我都阿未要宣布要，嗯，阿未要登记要选台北市长，都啊，迄、那个什么猫咪阿三啊，遐家父偌济万，啊猫咪公司遐家父偌济万，遐家父偌济万。哇、哦，我若正经那宣布参选，还是已经登记参选了？哦，我这政治现金来收我这，对啊，啊，所以伊的心态，我伊的心，同我个气大气压个，你知无啦？这是一种讲法，另外一种，是啦，一般人就讲明知错性本恶哦，生公一滴嘞，一滴代代遐都拢，哎，对，咱今嘛在个回头上，一滴代代来领导都有钱去上，啊哪那时你连每夜课嘛有钱去上，对，啊哪那时有就到了，对啊啦。迄当时伊拄打东川台北市长尔，是毋是英国的迄个什么经济部长？你讲什么海南武侠？上一集了，表挨了表啊，什么代表啊？咱唔知有啊几单啊？我挨着讲，啊，我今仔今海南武侠欠你邓少康啊！迄当时咱听着讲，哦，有够清廉的啦！啊，人上迄个名表好，伊要共欠你邓少康呢？太清廉的就对啊啦！你做迄是拢白手会咧骗人诶，迄毋是名表，迄是因议会内底诶议员较有诶。哦，就是讲我选调啊，啊我斗一个，啊咱来参加大联盟比赛，哦，得冠军有一个冠军戒，哦，就是纪念性诶，纪念性诶，啊不怪伊咧嫌啦，你那个送一个路咧，送一个红金诶，就对啦啦。名表就对了，伊就收啊，迄个就无报销啊。照你讲，做市长，你送人送你的礼物，你爱讲迄个啥？爱讲老李，台北市政府肯定归你家己。那不能是你啊！不是啊，但是拄啊，阿兄你讲办公室，较早新聘囝唔定送伊千五万呢，佮送伊一百迄个名位呢。一百名位，伊咧做市长的过程当中是吊伫办公室里呢，吊到数十呢，结果迄百名位。一直到甲伊落林了后，就是吼两林的台北市落林了，迄帮嘛对无伊啦。哎，白是哪对无伊？迄帮老师心惊惊啊，讲人这是名位呢，这一百几十来百万、几来千的呢，你若调离台北市政府来对这还使？所以我收收会等，还得袂使啊，还得变清占罪啊，这买个清占罪啊。嗯，这真正有影要白十栋吼，真正是还是一可怜的对啦，比国民党，我感觉更加太高声哩个，因为国民党本来就太高啊啦。啊，这白十栋是打开始加到足清气啊咧啊，不用看波卡手啊，规个是太高烂了，对啦吼。你国民党太高啦。哎，黄国昌讲的话好笑，你讲黄国昌啊？嗯。黄国昌讲，瓜分吃吃便当紧，所以这个人是清廉的。啊！你是当安怎呢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不是，这不是拢因那国会议员家己设计出来，推出来啊！吼，好来，好来，感谢。那咱拄则有讲到这个瓜分特异这个贪污的案件啦，吼。啊，最近这个贪污的案件是咧报，就是拢差不多伫咧登说。上界重要的人物就是讲这个徐子啊，这个徐子瑜，干嘛吼？干嘛？听你讲讲即马人德蒙对这个澳洲遐去。原本是对日本，啊，即马德蒙对澳洲遐去，
啊，当然对于二舅遐是对伊是好是歹，咱唔知影。啊，你甲看一个少年家囡仔为着国民提出的案件，安尼死计都无，一点仔计搭都无，除非啦，伊所牵涉到的吼。而这个罪行，我那无输挂问题，无伊无输安尼得亡。第二就是安那，什么人技术也是重要，什么人技术伊继续得亡。啊，我伫咧想啦，这都唔捌唔捌有这文章要人提起这种的疑问啦。我伫咧想，这敢会伫外口用暗杀掉？如果这个案件啦牵涉足大条的利益啦，会用暗杀掉袂？咱唔知影吼。啊，所以这我嘛是感觉讲这个感觉吼。要紧紧回来吼，回来面对第一次吼，对你是较有这个生命安全的保障啦吼。啊，这是咱家己猜测的，这也无听人安尼讲啦。只不过咱的烦恼讲，伊安尼得亡是毋是？另外靠会有出什么意外，不咱唔知影。紧回来面。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，一切真自在。关心土地咱的爱，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，快乐爱台湾，声音上有爱，上快乐的电台，声音上有爱，上快乐的电台。包子馒头豆沙包，熟悉的眷村叫卖声，唤醒记忆中的村子。11月16、17号下午3点半，屏东胜利新村移购公园德胜区村民集合喽！由王伟忠监制，汤志伟、蒋伟文、周定伟、邱军、纳奇等打造屏东最沉浸的眷村现地演出，有歌有舞有笑有泪，带您回到670年代眷村老时光。免费入场，屏东县政府广告。爸爸，老师说这零检查要对生活开始做，啊，爸爸你敢有做？当然有啊，我最近就换这零棉袄，上侪当先别怕油，就算涂骹澹嘛较袂出去，省油钱够安全。老师说省油就会当减少利用化碳，开始做好这零零摆放，环境就会更较好。那你爸爸省来油钱，能够会当过去露营一届哈？无问题，咱即马就出发。这零棉袄，走出这零新世代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皇叔为小君，不是我太公了。阿弟，我别龙君啊，听讲你的兄哥妹还没退出江湖，所以伊买迄间厝，今麦我变作是你的，啊，敢真实嘞？无理嘛是真嘞，以前我个为小君，一个金胸大玉就好了。啊，阿弟，唔免找政府哟。嗯，我请我秘书来考虑细聊。开得起购买预售屋或新建成屋限制换约转售，但是如果是配偶、直系血亲、二亲等内旁系血亲之间的让与或转售系中情形，唔免甲地方政府申请核准，等再直接换约哦。两千听有无？阿、啊、你听有啦，阿、啊、咱的政府实在有够好的啦。往我的心中，一定请你来追去咯。以上风格由高雄市政府地震局提供。快乐联播网，快乐狗狗屏97.5，快乐混家男92.3，快乐大台中89.5，快乐大台北89.3，快乐华东98.3，快乐配偶96.7，快乐红虾91.3，快乐台湾精彩无限，快乐联播网。现在时间9点整。霓虹滚滚的青春灿烂，为国可担春生，那是无你的心声，阮受悲伤的关爱，不甘乎你为我哭，因为我已经渐渐老，有一日我若想走，彼一日也是阮伴你今生幸福的最爱。你来这呢浓，让我一夜不尽头，你
想着青春通不通，我甘愿这样一人，不愿将爱放水人，我对你那重要，就爱将阮难破掉，我的过去你敢袂计较，终究青春看不透，我甘愿嫁你人，不愿将爱放最后，我对你那重要，就爱将阮难破掉，我的过去你敢袂计较。听众朋友，白沙湾起歌真正有够好，因过人人拢学了，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摄取习惯，安尼会当让你的气花愈细愈健康啊，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，自然而然你气花就愈来愈健康。白兰控料7945079，白兰控料7945079，感谢。0800-0500-6688，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。来，咱即摆又登来节目现场，咱节目一开始同款要来邀请全国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，这是咱台南市陈小姐来点播张天君演唱这首《悲哀的伴侣》。帮我做你去，全无带念人生的对你的情意，牺牲了性命，放下了一切。无代价，这款的真情，为你怎样无希望？难忘的不如死。
梦中的可爱的伴侣，我是错着生命来对你表情意，希望你了解男性的纯真，虽然你假情意，我也思念你。最好是回转来难忘的不如舍，空空空五八六六班吼，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。来接落来，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社会新闻，台南市的社会新闻啊。这伫咱台南市吼，讲拍算讲对明年一月起呢，要来开放吼啊，咱的厝前的钉啊卡会当予大家来停机车。啊，这个处境一定啊，卡到底是会当和大家来停机车呗？处境定啊卡，都有当时咱是多。咱处的定啊，我知影。要开放和大家公众来停那个机车啦吼。啊，即嘛因为每一道每一道的设计拢无同啊，这件代志伫咱台南市嘛争议有够久啊啦。你讲处境要开放和大家来停机车，那你处了吼？那你首先你，那你处一定啊卡，你不用停无？当然，你若搞停甲足无站得了，我好不用停嘞。对啊，系啊，啊，这厝这厝前的顶下，这是属咱的啊，所有款咱的啊。系啊，啊，但是你要开放的进程，你有想着讲，哪伫大路边有咧做生意的？就算讲无咧做生意的话，你讲不是搞我顶甲贵的，要互我出出入入，拢派出去我嘛俩讲啊，好、哦、对不？啊，但是咱台南市就是一个足变态的行为，我关系我唔知影，我干那指台南公园。这个台南公园四口链凳拢有弄空宽的人行道，啊，那个人行道不是足矮哦，是足宽哦，不是讲和你两下三下安尼行过吼，并排行过，小心心，不是讲并排骑过，那个跨多鸟是会当十几人、一二十人和你并排安尼做伙行 ，OK 无问题。但是四口链凳的这个啥，那个人行道的这个规划和你停无几台奥多麦呢，其他拢禁止停。你若停就给你翕相，就给你罚钱安尼啦。像这个弄空块公家机关、社区公园，包括咱台南市较大的公园，这种都禁止停车。你要和私人财产的顶啊卡开放停车、停机车，你对唔对？咱有咧做生意呢，甚至咱台湾、咱台南市含外县市，应该嘛拢安尼足侪人生意，但是加迄个单位，啥个是顶啊卡咧做呢？嗯，对啦，啥个是顶啊卡咧做呢？啊，喂，就算讲无甲单，为啥个是顶下卡咧做的時候？厝内面嘛咧做生意啊。顶下卡，啊，都，比如讲咱咧大路边，咱有当下顶下卡是毋是拢会当自由可能安尼行？行出行入，行出行入。我咧行顶下卡。哇呀呀呀！吼，你落雨啦，哎，头前会当开放红停汽车就对啦。迄原本是无讲开放，还是唔开放？嗯，原本是无这个法令的设计啦。啊，当即嘛有讲会当开放啊。毕竟讲我去甲你停，你爱点点嘛？我昨吼，我昨有去越南，差不多下班咧，昨下班了，就头摸有去越南，越南外口哦，有大路嘛，嗯，听着大路伊都会停车，停车边啊位，我都买停车格，一个，我妈咧啥，但是伊要话的，迄个是啥？顶下卡呢？因为是顶下卡外口的大路，路边下都人行道啦，人行道，系啦，唔是咧，蛮是人行道啊。反正都直接条路，别输跟他上，迄个人咧行，伊嘛无足宽啦。我知影，你咧讲起我知影。我讲你知影。我知影，迄足。我妈咧
啊你纯熟啊啊一个给你为了为给啊为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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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当无奈当停停轿车的。喔啊无奈当。停机车。嘿停机车变给给为掉了啊。圣公伊的顶啊卡来对没为没变。没用停。没啊这么比人啊设计了那规定了那就我那爱用停啊。哦，我啲银行起码都用田啦，银行啲公共征收嘛，对啦，公共征收啦，咩一分地市，先用田征收啦。停车卡系外靠，外靠要道路，道路迄个算停车嘅所在，停车所在。但是即马唔是，即马是停车卡得当停啊。我停车卡，但是停车卡伊要用停，伊迄个用意，何你听到雾沙沙，即边新来嘅咱个两个买看伊嘅意思是安那。再过来评论啦吼，有人当时做决定啊，开始咧做这下生意哦。你若要开放遐红亭，遐所有做这下生意，摆伫顶啊卡，全部你用来甲清除掉。啊，无是安怎样啊？因就当摆伫遐做迄个啥做生意，唔免互人听技巧，都卖。啊，阮倒无做生意，头前来红放互人听，我都卖技巧。凭什么是安尼？吼，这篇咱来甲听啦吼。讲对着台南市的顶啊卡要红停机车的争议啊，已经嘛有一段期间啊，这个国民党籍甲民进党籍的议员拢建议吼原则性的开放，什么叫原则性的开放吼？因这若无讲无清楚，这是假红甲错干辣椒的。什么叫做原则性的开放啊？你这规矩看会当停未当停啊？哪停？你讲无清楚，卖搞我讲讲迄一挂狗屁啥，阮人民百姓听无的。讲好说原则性的开放，怎啊个？对明年初一日一月初一日去开始，你到闹钟啊卡，我要甲你迄个下当红停车，迄、那个叫做原则性诶停诶开放就对个啦。什么叫做原则性诶开放？咁听无啦吼？这个市长吴伟天的长第二回啊，答询的时阵，伊咧讲啊，伊讲答应伫十二月底，特别来完成原则性诶公告啦。每年一，你讲完结性的开放，伊这个就补上了吼。每年一月初一日开始就要实施啊啦。哦，就是讲电话卡恁厝闹电话卡，我若要甲你停一点点，你别当搞我念，甚至你搞我念嘛未使了，对个啦吼。唔会听你咧讲咧，讲针对电话卡停机车的问题啦。伫吼各管区拢已经困扰有够久啊，啊民众嘛出困扰的啦，啊执法的机关嘛出困扰的啦。讲六多就好啦，这个六多之间嘛拢有各种无同款的做法，譬如讲吼新北市含台北市伊是安那呢？原则禁止停车啦，原则上是禁止停车，内外提供停车啦，是啥意思啊？听无？原则上我是禁止停车，啊那内外会当提供你停车？什么是内外？内外就是讲吼，啊我都桥都卖判去啊，啊迄个。机车骑袂起啊！啊，无在路里面，啊这，好啊，我上回有这间厝，反正停在卡安尼使。啊嘛是使，安尼话，啊我唔知，伊只公车都无啥啥，都模棱两可安尼啦，都去人买单，去人买单，这是新北市含台北市因是安那呢？原则上是禁止阮停啊卡，互你停车，但是内外时阵会停啊。啊，什么叫做内外？唔知影呢，无一个规范呢，吼来，搁再来看另外八道看。看吼，伊安那讲就对了啦吼。啊，那伫桃园呢，伫台中呢，伫高雄呢，伊是讲安那呢，原则上开放停车啦。啊，如果那无要互人停车，得爱公告啊，啊，咩啊公告啊？高雄市、台中市、桃园市原则上顶啊卡是开放互人停车啦。啊！如果主家你若唔方停的话，你就爱提早公告啊！啊，是啥意思啊？嗯。啊，来台南市呢，要采取啥物款的方式呢？唔知影。台南市咱都有念过，伊要采取的原则就是原则性的开放啊。都反正这六都，我感觉讲这的市长和这的市议员、县市议员实在有够无架子，有够无担当的。你要方停就停，啊唔方停就卖方停。你下下一关五四三模拟两可能是变那几啊东西啊？关键性，关键性就是讲可能无要紧啊，啊你就要甲停就甲停啊，唔甲停就无要紧啊。我讲台南市如果你若是讲要荷兰顶啊卡停的话，你全部一律爱甲我一评，讲所有顶啊卡做行李的拢爱清除掉，是安怎因为因做行李单位港站规个顶啊卡唔免开放我别人停车，啊阮厝无做行李，阮的顶啊卡就爱开放停车。嗯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我听你无啥啥，啊你那边红停车就红停，啊唔红停，啊其实喏，咱讲实在，
一般咱顶下卡吼，拢会红停啦。啊，就一台，就讲拍摄，哎，我就对面买只物件啊，停嘞。啊，物件买袂肯定是走，这种方便啦，方便啦。系啦，方便性嘞。啊，你若要甲停咩停机，我还当互你停嘞。靠呀，阮厝拢免放物件。啊，那有人，譬如讲，那住伫个车头边个啦。车站边烟啦，啊是比如讲百货公司边烟啦，啊是讲菜市啊边啦，啊是讲，这种是做困扰呢，困扰诶，多少点顶，多少点诶，怎么个？诶，譬如啦，阮厝吼，多好起伫迄个病院诶边啊，啊病院话即嘛是做歹停车啊，好啊你开放啊，恁厝顶啊高我就讲不该停车啊，啊我入去看一个病人，有当时啊过没过瘾呢？我拄啊一停就是三点钟、五点钟，甚至几工诶呢？啊你拄啊全部顶啊高我停了了。啊！你人走去顾病院，啊！你病院遐无车人，无车位人可以停停我车，啊！为病院停车是卖叫钱，是卖拢爱叫钱。嗯。啊呢？啊，病院拢有停车位啊。无够人停。无够人停。无够人停。啊！你着停的所在，着猛去人，猛去人改掉了好啊。对。哦，啊！你要停，特别啊，加行一地也较好紧呢。这停车这时候是有那做复杂呢。其实吼，你讲停啊卡开放红停车，这爱看所在啦。就譬如讲，咱厝住伫病院边啊啦，住伫庙宇的边啊啦，住伫百货公司的边啊啦，住伫迄个菜市啊边，迄种坐人的出入的所在嘛，迄车位一定无够停嘛。嘛，迄钱啊！啊，车位无够停，我自然理念即卖当红停，啊，就停啊。其实咱唔是讲无要红停，咱唔是讲迄个高德家讲唔红停。你来搞我停一下，你搞我讲，哎、欸，拍摄吼，我来对面包一下，迄个肉色饭包包，我就随走，因为遐人去做生意无为人停，我无紧啦，你个包包吼，我就要几分钟啊，去 OK 无问题啊。啊，你若是讲你要搞我办一下代志，办咩办几个，安尼四五台机车搞停离啊，啊，然后先点断。好啦，停一点钟、两点钟咧，有阵时啊是人停一时。做工过啦吼，容易做工过，我请假啊，训练，所以我做半工，做一工的工过安尼。啊，有人些是停一个洗澡安尼啦，哦，就那都困了，做复杂啊。懂了，叫啊，就是困了吼。所以讲，六多的市场了对啦，大家拢用那个做暧昧的这个，用那个做暧昧的因素，规范讲会当停，袂当停。你像咱台湾市即马开始要封停，就是原则性的开放。原则性。嘿，啊，咱拄少讲的新北就对啊啦吼，含台北市伊是安那开放呢？伊是开放向迄个原则性禁止停车，内外开放停车。靠呀！系啊，内外那内外你会当停车。啊！那高雄市啊，要停的，要停的人家在讲这个所在是原则性的开放，开放啊，内外的开放。原则性禁止停车啊，但是内外的时阵会当停。后来更好玩呢。啊，因为用这个法令规范啦。嗯。啊，来咱讲迄个高雄市桃园，包括台中，伊是咱设定的原则上会当开放。如果无要互人停车，你爱讲过？哦。简单讲，咱也是台中人、桃园人，咱也是高雄人。你讲的意思，我当早起哦，迄一群人所以外口伊会甲你围啦，围个停车格啊围，格啊围，就一台一台口口甲你围格啊围。普通一般围拢无咧围啦，无咧围都，围围都方便甲停咧啦，安尼就去办代志啊。差不多是安尼，差不多是安尼啦，这停车。即有哪上脑筋呢？做上脑筋，有哪上脑筋呢？因为唔是政府家己吼，伊无作为啦。你外口的停车格啊位限制限制袂当停，我看有够侪迄个人行道吼，是弄空化人行道。迄个人行道唔是讲你三个人、两个人并排伫遐咧行，先得满，唔是呢？迄是十几个人、几十个人吼，伫遐并排伫遐行，迄条人行道去弄空化，连迄你都无开放红停机车。我咧讲动，迄个。台南公园就是安尼啊，台南公园四颗链凳停车，台南公园要行一段爱行偌久呢？行差不多二十分，脚步较慢，爱行半点钟较细一段，外口位啦，嘿。台南公园的外口迄位你到哪？哎呦哎呦，你若慢慢啊行，动的爱行半点钟啦。啊，你若脚步较紧的，十几分至二十分啦。嗯，这半点钟一段弄空宽的人行道停车格啊位无超过一百台，我看看无超过一百台啦，反正连五十台都无啦。嗯、啊！你这个所在在浪费这空间，可能袂当停车。你即马去澳门，人个迄个啥，人民币上顶下卡公，你即马买管即时的开放停车。
所以有当时啊吼，我感觉这市议员吼，有当时啊咧，即阵市长咧参政一寡有诶无诶吼，头壳我那想法侪。你若要安尼开放诶话，我讲所有诶公家机关、学校、社区公园，包括咱拄啊讲诶迄台南公园，大型诶学校，譬如讲吼新大，迄四口恁当中爱会停车位出红停，因为他根本就无去妨碍着人，哎，当时是安怎样啊？还无设计安尼呢？甲你讲一句讲，啊，这人行道顶面是人咧行的，啊，人咧行，你机车停伫遐，啊，人啊要去你停机车去搞着人免哪办啊？啊，人行道出来的，就大马大路啊，比较有大路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大路围起来，咁大路伊拢围迄个啥？迄、那个汽车停机，汽车停机啊，嘛是应该围挂一个，一波围，围挂一个迄个，只有有围。看张地啦，无达位有位啦，无达位有位。但是伊咧讲人行道顶面，你若开放红天机车，啊，人迄咧行路底下咧运动的人会去弄着，安尼变啊？啊哪安尼？有这种想法的安尼？啊人拢惊，唔通惊你担马加路？那惊你担马加路，大家拢去车弄弄去啊！慢慢咧，你想迄个公共就我五四三一怪大位，你即间好臭好臭安尼。公共闹光样子的，闹样子。对啦，关咱那设计啦，反正就是讲，因的设计就是讲，是迄个十二月底就要完成啊，完成讨论啦。啊，明年一月初一去开始吼，开放台南市的顶啊卡会当红停车，啊，伊开放的方法就是原则性的开放。原则性。啊，我就想问，原则性是哪里的？原则性都会当停啊。我就会当停啊，啊那边当就讲不可以停啊，哎呀，吼，啊关键性是关键性开放就是讲你会当停啊，冇紧啊。啊，其实钟华哥，我咧想各管区有这个经营无？有顶个卡的生意，诶店户拢讲咧做生意啦。有啊，你开起来做生意的，啊为人无做生意，有当时啊，伊厝闹轿车，伊嘛会家己轿车停顶个卡咧。同安路里边顶个卡停啊？无啦，还袂使啦。顶个卡，轿车里边顶个卡咧无道理啦。有人安尼停的。哎呦，哎唔好啦，啊为厝内面都卡下无车库。你啊，我多摆啊讲停一台啊，停一台，迄落卡无影响着啦。轿车袂当停停个卡啦，迄停个卡咧要行要哪行？是。咱北关市吊机车，台南市吊机车诶，都迄个你违规停机车诶啦。调的处所无管，啊！听讲台北市吼恶作恶调，你恶作歪啊，清清菜菜恶白停的来去调查嘛？哎呀，系啊，调查你咪可以看一下，话你搞点咩好啊？这钱呢？嗯。另外吼，各有一篇新闻啊。这篇新闻吼，伫咱这个台湾人俱乐部下仔啊，八点到十点啊，有一台电台叫做平湖风声广播电台，伊叫做91.3啊，平湖风声广播电台 FM 91.3，快乐联播啦，快乐联播啦，嗯，我咧看伊一台伫平湖到底有开播，我嘛感觉摇一摇。透视的人唔捌听过平湖的听众朋友卡电的口音，你捌开讲的。嗯，我嘛咧看伊一台所有的平湖风声广播电台 FM 91.3伫平湖到底有开播，我唔知。咱即摆要念的这篇就是平湖的情。管理长即卖现任的管理员，国民党这边叫做老陈昭玲啊。这个老陈昭玲吼贪污啦，啊贪污吼一审向甲判十年两个月啦，未当缓刑啦。但是即卖咧上诉当中啊，所以伫被贪污被判刑了后的时阵，伊就随撕掉啥，撕掉伊的管理长吼。撕掉伊个议长职务啊，但是伊议员同款啊，搁保留条的啦吼。即马搁用家己啊，就一条讲啥物吼？伊也无去参加离岛的下乡的考察啦，竟然讲共领出席费啦。有一寡议员是毋是讲安尼名签签的？譬如讲名签签的，南部教啊，钱叫咩啊？叫钱叫咩？即马搁用俩就一条安尼啊。当然咱只平湖边啊，搁做一多数说了边嘛，所以就讲离岛嘛吼，有啥物七米岛啦吼，啥物岛这吼，咱这边咱来个听看伊安那写。你讲创下了六连霸议长的纪录的国民党籍的平湖县议员，这个叫做老陈昭玲，伊涉嫌哦，卡着五起案件。被判了条罪了，伊总共收偌济呢？收乌色钱吼，收176万，被平湖地院法院判十年两个月，未当缓刑。
专案一个当上诉，但是即卖又个传出一条了，是咱拄则讲的，伊人要去参加离岛的考察啦，竟然照常去共领这条出席费，结果向个检举，所以检察官张亨吼询问了后，佫再命令伊50万元交保啦。这个难道啊？这个啊，老陈教练去年呢，被这个剑桥金班，被伊二中的人来去共收啥呢？收这个乌色钱啦，啊去安插啦吼，关税、民事等等的案件啦。老陈曾经被羁押了后1000万交保啦，随时同我撕掉了吼，伊二中的职务，但是伊即马够有议员的新闻哦。啊，譬如地检署呢？在这里吼，团犯啊，老陈少林调查吼，伊啊无教训吼，伊另外这条无教训吼，下乡去考察，但是有签到啦，啊，共指名出席费啦，但是即摆问题来啊呢，这个案件唔是干呐，这个国民党这边这个警批我管伊议长老陈少林呢，唔是干呐，伊这个议员做这个做这个工作呢，听讲讲。全国做这样的啦，譬如讲，阿你要去对他考察啦，要去对他开会啦，啊，但是中华哥伊拢无去哦，都名签签的无去，啊，出事会怎呢啊？这些过去都有啊。讲全国有够这拢是安尼咧创安尼啦，啊，干妈讲，如果这个老陈焦林，那因为安尼叫判罪哇，安尼来砍了一四山呢，煞判未了呢。这大判未了呢？啊，到底安尼是会当啊？未当？这照你讲，谁听了谁啥讲未当啊？绝对未当的啊！你也不做事，你也不，你也不照计讲。讲实在啦，这拢伊设计出来啦。中华哥，你伫平湖关，我伫平湖关，我要去我平湖关关内的所在，要去甲市查一个看一个尔。我搁爱有一条出水费人命啊！我是选你这个议员要创啊？这个秘书干哪讲咱台南市的市议员？咱台南市的市员，咱台南市议会就是伫市中心嘛，伫啥物迄个五期的遐嘛。啊，你五期的遮的议员，你有一间讲啊，无咱来白河吼市查灾情，啊，要来吼东山市查灾情，要来新年看看有无？啊，你个爱过年就出事会，我晓得谈。啊，人家规定的规定都会当咩啊？你对不对？系啦，啊，为拢参参咩啊？无影啊，无影有去啦，啊嘛是照咩啊？所以啊，咱有人家看袂落去，就是有人家讲的顺啊，这个明年啊，你这个原来本来服务的啊，啊，但是你要参加上面出席会，上面用种伊就别个领一条手术费钱啊，咱也无多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是讲迄条迄个手术费到底是偌济钱？无咱忙在伊也不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拄只要报这个平湖吼，关于叫咱迄个老陈交流吼，安尼无领出席对里倒处理啊，咁样。迄个出席费吼，咱平湖风声的听众朋友，若有听到的话，你唔知感受安怎？你唔感觉啊？都正常啊，啊都赞成啊，因都议员都较辛苦吼，啊虽然多好无用，啊都无啊多人去吼，啊都签一点名，啊你啊一点收费啊，无要紧啦。无你冇恁的意见嘛，等甲口音入来吼，啊咱口音的电话26994556，台南的电话爱加一个空六。咱等下广告完刷吼，咱就来开通口音啦吼，中华哥。好事啊，谢谢。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，来接下来要跟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，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。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，而且啊，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，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。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，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，
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熬合技术。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。当然，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，包括美国、加拿大，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。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。当然，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，伊有红素、玉米黄素，包括花青素、小明草，包括吼啊决明子、稀油，等等等等，真侪行的物件。这所有的物件，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，会坏就对了啦。当然，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，你所吼。得到的这个效果未通真济，啊，所以咱啊尾巴啊，咱尾巴药厂吼，啊，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研究这个物件，这是目前上界新、上界安全，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。听众朋友，咱平常时啊，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，白内障、老花眼、视网膜病变、黄斑部退化、老白油、白眼症、大眼睛等等，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，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，你拢会当来搞挖去。来个挖课吼，啊，当然，咱平常时，如果你若是讲吼，啊，时常咧用电脑啦、耍手机啊、来看电视的朋友，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，大家拢爱看，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，较容易损害到。啊，是讲吼，啊，咱啊，长期间吼，伫外口咧走外步，不管你敲多摆，还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，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，这真好。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，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。恁拢有可能吼，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工就白内障，吼白内障。啊，当然，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，包括吼你的头脑、你的事业吼，是咧看遐物件的人，你会通来吼，我可能的金立明第二代吼，啊，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，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。来，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，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。咱信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，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。啊，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，就是软骨胶原，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。这个乙酰葡萄糖胺，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。硬骨，包括咧制作吼，咱关节吼凹翘，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，也是讲脚的部分，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，以骨长骨长，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，吼会当润骨，那亲像咧浸机油去一般，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，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。啊，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，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，有可能你这是骨长骨长，而且功能会减退。啊，这个功能如果若是减退的话，你吼啊分泌出来骨长骨长，伤过头少，还是根本你无在掉，人去分泌骨长啊。你当来个挖去吼，咱圣山的软骨素，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做骨长骨长。如果若无只骨长骨长来甲咱软骨的话，咱的手翘、咱的脚翘、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，真容易会去损害掉。简单讲就是吼，你打碎咧磨吼，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，啊磨害去就抓咧去，你就磨掉软骨，就是开始关节咧痛疼的时阵。现在软骨素内底一个有林德糖小分子加完两百，包括维生素 C， 一个咱个美国 NEC 两百分解加素，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。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，这是补充到咱人类。骨头当中的钙吼，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。当然有真侪啊，迄、那个产品啊，伊拢强调讲话，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，补充什么钙？当然迄是吼，因啊因会认为。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，要来甲恁介绍
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，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。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个软骨素来的主要成分就对了。所以用这话跟台中朋友有人跟介绍我非常清楚了，对吼，非常详细吼，粗分啊，什么种种拢跟你讲啊，非常详细。软骨素加在电力里面的第二代了，对。所以啊，个人五宝一六清，这费用吼未使回老客。灰啦，老客对啦，像咱一条狗啦，咱赶快就对。老客也打，开始惊人杂七就对啦，有诶物件就又开始打。一条狗都未通，未通就归臭嗡嗡。做上去的话，咱灰更赶快意思就对。那要脱掉就对啦，吼，有关系啊，咱走未赴。跌脑里看别那得，跌心中看别那得，后尾就灰未通，跌卡未通样，去把它清净啊呢。做上去的话，真恐怖。虚六千改价哈，不顺劲，那么说病了，该喝散病的点哈啊，帮你出问题，能怎样哈？讲不顺劲，非常少。日本韩国今年销售5000万辆，台湾多多多，电台改咱的责任了，米吧这款就关乎咱责任了了哈。所以主要在三病以外，咱用许多山这三病来做搭配做使用。有人不了解，怕电话做详细询问，空白空空空五百。六六八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我这个电话是咱从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了哈。来，咱今麦这个时间来开放热线电话，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啊！吼，无所不谈，社会政治笑话拢会使。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，2699456，带来麦电话挂关系，咱麻烦个加一个空掉，感谢您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。你讲到这个人工的邻居卡啦，怎啊卡会当停车的？嗯嗯。我以个人来讲啊，所谓讲的伊有的路会使停，有的路袂使停，像有的路伊无人行道，顶下都无得停。伊三道路，哦，一定下看到袂使停，顶下就来调。哦，像个人的车路，哦，伊地上有得停，像个大楼你知无？大楼下开啊，啊，伊也有个人行卡，伊也较宽，伊地上停，但是伊有人行道，人行道袂使停。哦，伊就变做安尼，哎，我个人的路段是安尼啦。是，啊，不是像你讲的，伊讲什么模棱两可，像你讲，不是讲大家人行卡当我哩停，看路段。嗯，哦，你像三道路遐靠我所个街迄个乡间呀。伊就没停啊！我一架停一架嘛是要掉的，嗯，停停卡嘛是用掉的，是啊，停伫巷仔内底就无要紧啦。啊，普通碰一下，大哥碰一下，有家己违章无啊？无，无有违，但是迄路卡有写，有用迄个粉笔家己写，哦，无讲，哦，伊就人行道有的可以停，有的不能停。啊，你像你讲的路边有违，计迄根本都无搞啦，对，迄无搞，对，无搞，拄着大日子，大家停啊，停停停，啊。条路则搞条违规街啊，迄根本都无够。是啊，是啊，我意思是安尼啊。对对对对。哦，啊，一般人拢是安尼啦，无钱都没停啊，有钱无啥没停。我的意思是安尼啦。有钱也不爱停啊。嗯嗯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哦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来你好你好。张大哥，我姓姚的。我今麦给你报告美国总统的现况。哦。川普选举人111票，嗯，贺锦丽72票，哦，差侪。当川普甲贺锦丽抢 ，get out， 吃笨到，干不起来。谢谢谢谢，你好你好，三位主持人，你好，张老板，欢迎张老板。哦，阿江有两，哎，你好。当初先搞我公务上手，嗯，我现在是无可能袂杀的，嗯，咱更加够强，这个有柯文哲。你甲民众传死呀！嗯，我向我讲了，嗯，我民进党的大佬啦，坚持叫我出来选第一次到中书席啦，安尼讲了，嗯，我大佬卡电号的，就讲卡电号的啦，啊，我问咱这红军，问咱单位啦，啊，即马伊要搁有柯文哲，讲柯文哲总统嘛，甲民众叫人弄个到三江，搁等搁退伍个徛台，结婚个大拢个徛台，今仔日搁民进党，啊，你看啦。哦，啊，你啊，今仔电脑那很差。那么大家讲，民众大家讲，讲柯文哲，大家错个目标了。
你有阿个唱歌，当你讲开去唱会讲，甚至到大陆确实好诶，我一直在看，但是当大陆这边有影无伊，大家对公共的看得相信，那边还刮东西啦，迄东西。哎呦，你们弄大家弄食巧的人啦，你个分析我买你啦。好，我等下分析给你听啦。我买你啦。好，安尼好，来你好，你好，喂，喂你好嘞，无声。喂你好。好嘞，拍摄我来个我去我拍片。好来，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要得你。嘿，你。啊，恁两个好啊，先走过来。啊，先去办大事。哎，去办大事。啊，去办大事。去办大事啦。办大事。哎，恁两个，我大事都听个做爱笑。哎哎哎。两个都好耍哎。不是。拢像咱草地人的这个人啊呢。会开口就对了啦吼。啊，我讲我该点一个迄个。一个跟我做龙山兄的迄个无聊的男性，无聊的男性哦，啊你无聊的男性，俺迄种咧上卡无听，无聊的男性，龙山有笑吗？有啊有啊，啊你去毛棒诶？有哦，安尼哦，啊你到底对答，你安那称呼？你安那称？我讲一声，啊跟你讲阿香讲，阿香拜六迄个幺零无滴诶嘛，阿香拜六。伊个有放一条迄个歌吼，迄条大歌，迄条歌也足好听。迄条皮第一首哪个放一首？啊，你到底对的？你到底对的？你安情况？北河啦。哦，北河哦，哦，北河什么？我黄大姐啦。哦，黄大姐，好好好，安尼我知哈。好，再来啦！好好，多谢，多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黄大姐啊，哈。周大哥，哎哎哎，你好。美国迄个总统选举用迄个选举人啊，因为美国是联邦制度啊，联邦爱联邦，特州就是一个小国啊。啊，即马等于讲，因特州特州选的时阵，等于阮这州的，像像伊来的，阮这州的就大，选举人就是等于啦。因为自古以来就是安尼，因是等于一州一州是一个小小的。这个是一个小国啦，啊，是做联邦的啦，所以不可能讲全部用迄所有州的公民直接投票。直接投票，因这州名的人就代表这州去投总统选举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是联邦最高的权力啊。是哦，因为安尼哦，系啊，这样复杂啦，吼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如果是一州一州去夹起来做联邦的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各州各州拢有各州的政府啊。好，多谢。好好，啊，感谢你哦。好，谢谢哦，来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已经上线哦。喂，嘿，来来来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今次电话。嘿，有啊，有通啊。哦，你啊，你恁对在都讲天友拢无人来查。哎，朋友啊，我你天友人咧。哎，朋友都。我听你咧讲天友，一般讲朋友，你就讲朋友，我先听咧。啊，你朋友，你听下，你说清楚。我咧听到啊，恁即条即条钱有整三拢，拢有咧报啦。我是讲奇怪，啊，毋捌听过骗我，你多第一道卡哩吧，要听做骗我，要听种朋友。啊，我是咧讲吼，但如果我讲无人去听，哦，是句话吼是，但是在咧听啦。哦，不是做台湾，不是做遥远的呢，有事会啦，讲过的呢。这机会啦，都闹电话代志。靠过来，唔靠来。你是第一来考验你吧？好呢，好。多啊，贵姓呢？贵姓？你讲者。哎，好，恭喜嘞，恭喜，恭喜！啊，祝你身体健康啊！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咱平和听众表，咱够靠嘞。这是第一嘞，然后，咱这个纪大哥，伊在讲什么？民进党的大脑卡定的吴国强。这有影无影，咱唔知啦。我即马甲讲就算有影啦，这就是要互瓜东死的啦。吴国强这个人呐，起来换东主席就对啦，因瓜东做凄惨落魄的。吴国强这个人是边瓜分得个大的啦，所以伊的党员绝对不好会内乱啦。所以如果这个啥，哪有民进党的大脑卡电话讲叫吴国强出来选东主席的话，迄是咧害。那是咧害吴国昌，是咧害瓜东，不是咧害吴瓜东好康的啦。这有啊，佫唔知。你佫唔知啊？当然是真实，佮佫唔知哦。哎呀，民众袂通，你这唔做联络啦。我系感觉啊，联络咧，可能知啊，多一个联络个是咪？大脑，咁你伊就派继续。唔信解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
哎，大哥你好，哎，大哥你好，哎，我来讲哦，哎，来以我的感觉，我讲这边哦，电视新闻什么话，敢那挂文的新闻报未过，就是报未过啦。嗯，但是看个真看啊，够烦呐。对啦，我做啊，就这种。你管管出来，打工啊，打工都过不去了。反正对这社会是有害无好呀。对啦，啊，用这人太过不了，太过难玩了。是啦，这样唔得嗯，有影啦，有影啦。是好，感谢你哦，来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中国哥哥阿星加杨玲好，你好你好。啊，你讲那个停车的吼，停车，阮家己市嘛是拢用那个店面的用停车。啊，阮即马吼，阮家阮是北港啊吼。啊，阮北港因那个路边吼，嘛是讲要规划啦，啊要做人迄种恐吓啊吼，伊即马要拢。迄种土地，迄种要搅搅起，啊，都要停车安尼。是。啊，唔知一间人要用停车是无？哦，哎哦。哎。有可能哦。我因为车足济啦。哎呀。迄个大台小台停的有无？嗯。小朋友因啊国小嘛，拢会车去啊。哦。啊，你起码无用一个所在环境哦，因为乌白停。嗯。有诶吼，拢倒倒去啦。啊，你啊好停个无要紧哦，迄个就好好停哦。等下因啊要找伊个卡车嘛，不歹看的呢。是。嘿啊，爱穿起来安尼吼，伊即马有用一个，有无穿迄个？咱迄个也做，阮迄个故宫遐都有啊。因迄种用一个所在，啊，互你卡来车停伫迄个所在吼，啊，有一个甲你敬的安尼，哇，大所在，啊，有迄个所在甲你，现在咱用伫迄个所在。较敬的较袂又倒去啦，对，用安尼地啦，是，好，好，感谢感谢你哦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来你好。喂，迄其他都互转交互两个寄遐去啊，嗯，因为两个处理，我讲安尼，我上新看有了有准无？嗯，如果若无，因阿公啊，保庇拢迄落是，阿公出阿不用出代志啊，是无滴是，因两个绝对唔敢回来，我袂骗。嗯，因两个嘛无回来就100%。啊对啊，滴滴呀，阿高哥今晚唔敢回来啊？对啊，阿林，你阿挂，我讲了有准无？连今晚嘛唔敢回来啊？对啊，不是啊，因阿公啊出大事的事无，无转来就是表示讲自食自啊。迄个阿成，我讲给你听啦。阿公即卖已经病危伫家护病房啊，会当无转来吗？即卖这个时阵拢卖讲伊过往去哦。一般这个时阵后生孙仔拢爱转来啊，拢爱转来看一下啊。照讲伊爱转来啊，无转来啊。无转来啊，系啊。啊，伊唔敢转来啊，转来人应该查落查到伊遐去啊，查到伊遐去啊，叫有注意啊。所以你拉回来嘛，所以讲我若过样无回来，100%就是其中两个在处理。这是我感觉合理的猜疑啦，合理的猜疑啦，对啊，应该是安尼啊，你讲有准啊无准？安尼就是啊，大家搞炸的，搞炸，因为我早就在想啊，钟伯哥，你这阿公即马已经是病危，已经伫家护病房啊，甚至已经是差不多都严重啊。就照你讲，后生查囡仔，都拢一定，包括孙啊，都拢会去病院看一个、探一个。结果，阿成佫兼讲一个，佫一个查囡仔，伊有两个查甫的，一个查囡仔，连查囡仔嘛无回来啊。两个囡仔，啊佮包括一个查囡仔嘛无回来啊。阿成哪还无回来？阿是你惊啥？包括恁爸爸咧宏观，你做人后生查囡仔，你都爱回来看啊。中国哥，我讲了咁无理吗？你爸爸去用啥？你讲啊，你后生查囡仔，你还佫伫迄个国外伫遐咧逍遥，佫伫遐咧。加一克外挂克五百米啊！哦，所以我感觉阿成伊安尼是合理的怀疑啦吼。来空八，先到台前。明白。即马即个天气吼，一天比一天更加凉凉。啊，我今仔日有看到一篇详细的报道，就是讲伫咱台北即个所在，讲去感染着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吼，来过往去的人数吼。一直在增加，系啊，所以台北市政府都啊不停啊，即马就是变种流感冒啊，系啊。
啊，所以台北市政府就要紧吼啊，通知着咱北部地区的朋友，有方向赶紧去住。哦嗯啊、尤其最近来天气愈来愈冷冷啊，唔定等我变到武汉一样，包括流行性感冒，啊，咱年岁较有的朋友，啊，包括吼、哦，啊，你有慢性病的朋友，这拢一定爱注意防下。流行感冒，包括等我变到武汉一样的下，拢爱去注意。对，该注意该注意啦，吼、嗯、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把感谢咱公司是台虽然咱台湾南区的播节目吼，咱下播吼过节两点钟的，咱下播空中再会。